小美好吃吗？小美快吃，妈妈该回来了，快点，你别打咱们两个了。哇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两个小东西，哇，你们两个这是盖的什么东西？压箱底。从哪里来的？我怎么没有见过？我姥姥给我买的。我看看，哎，真好哎，真软和哎。给哪买的？你们俩压的。给你俩，一人一个。呀。哎呀，你姥姥专门给你俩买好东西，大豆蛋白系列。两小皮，两杆四大豆棉，哎呀，质量真好，摸着真亮丝儿，真亮捆是吧？嗯，对。夏天必须得用凉席啊，凉席我们天天换。别再有一天，我想就能趁机送你到你家门前。